今天让你也尝尝芥末的滋味。你这个糟老头挺坏的哈。情况不对，哎，老公，那个腊八酸怎么没有呢？哎，干嘛？干嘛？你去！那家伙肯定搞了小动作，浑然不出我所料。芥末还是留着你自己吃吧。你别笑，奇怪，这咋又中招了呢？哎呦我的妈！